车打个卡，我们再一通哈。一百二，对对，你有听到声音很清晰。有，这我有认真执行。第一个吃的五千九我满意，第二个带出去，那如果就是一百二的，记得打一点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好，再一次，十多块钱，来，我跟你说哈，那个一吧，美容跟你一样哈。那个铁杆是一个神头，两个月下课身体会好，是这样子，也稳定，真的比较好。所以，美容你跟一般一样，可以在一个区域。然后你上杆哈，我有说，别人的目标先起来。那个一般你有没有蹦出来？有。美容上杆是这里。哦，我会上边。你是往那边，我是往那边。那一般是上来就这样。哈哈哈哈哈。Balance 是当你的目标叫鳄鱼，是的。那到这边，到这边你跟他吃完。目标线上去，你们你在打的你只是这一段有错，后面可是没用啊。对，那个往后面要线上去，那你呢？你上杆是往目标线外侧，那边我是往内侧。那一般是往内侧，是这个线很重要，所以这边是中间这条线，往这条线，往这条线。那你们两个都打很直，因为打完你照这里都往目标线上去。对，我们后面没有，后面后面连贯线是后面没有转好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往前。对。很重要，对。刚练好是练这一支，哦，它的这支就现在你用的那支是一样的。是，哦好。那个美容我要教你，啊、美容来我提醒你，下场是带一整套，是。所以你这两支就那个。我不会带去。对，这个这三支。这三支不要带去。对，好记得要拿起来啊，好好要这样一整套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记得。你用在洞洞里面。对。眼睛盯着球，那你所有身子就把球打。你这样看，你要有感觉杆头，盯住球，你要盯住，你会看到杆头这样子把球刮出去，那球就有这种，对，你会看到这杆头通过之前的动作是这样子。对你们晒黑，袖套带袖套就好了。哎，没球都打。Hello， 你们要。Hello， 您这算是半球。好看，好看，还有袖套好看。这套就是像那个铆钉一样，在这边。对。看不到对。对。用力踩，真的钉子。对。你看，这个不要讲了，所以你这也不合适。哇，对，你要。
Thank you.